今年的春晚是在这里彩排吗？是在这里哦。这位是我们的学联主席卢欢，我们的欢爷。这位是副主席，我们的玉博士。啊，幸会幸会。导演能介绍一下这届春晚吗？讨厌。2013年2月20号晚上7点，就在 Wolf Lecture Theatre 哦。首届春晚，一定要来。哦耶！哎，很好很好。导演，咱们这个既然是首届春晚，是不是有很多领导要来？没错的哟，这回来的有肯特大学的校领导，以及堪特布瑞市的市领导，还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的老师们哦。还有你们的老师哟。很不错很不错。导演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能透露一下春晚的细节吗？娘娘，您休息会儿吧。昨晚皇上翻的又是婉贵人的牌子。不说话会变成哑巴吗？华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怎么娘娘脸色不太好？我家娘娘为了春晚的事日夜操劳。春晚的事儿，嫔妾倒也略知一二。你能知道什么？嫔妾听闻这是皇宫里头第一届春晚，皇上为此煞费苦心，准备了相声、小品、京剧，还有专门为洋人准备的外国歌曲串烧。小主说的是，听说还请了那高丽舞姬来跳《少女时代》《红霞》和《Oba Gangnam Style》。你插什么话？其他的嫔妾就不知道了。也是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皇上又怎么会跟你说？也就本宫知道罢了。娘娘说的是，皇上和娘娘的关系，想必那是极好的。知道就好。本宫今儿个心情不错，就再多跟你们讲一些吧。小川子，届时会有2个游戏和3次抽奖，但具体奖项还未定。哼，皇上昨日放谕我家小主说过，最高奖项正是那英国5日游。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本宫都不知道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小主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嫔妾告退。反了，真是反了。娘娘息怒，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。咱们走着瞧。蛇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记得来看春晚哦。哦耶！